没有，他们真的是特地来的。来，我们给他们感受一下台南热情。我们刚才在高雄的淋雨，然后打雷，什么听不到尖叫声，还有掌声，他们很无力啊，心里有点委屈哦。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节目叫做。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啊，因为我们这次真的是蛮难得可以下雨跟大家见面，大家开不开心？开心！以后我们录影都来南部好不好？那大概会常常开天窗嘛，因为那个车程嘛，所以我们这次下来其实，而且要。集合到大家的时间也是很不容易，真的，他们我真的很难得看到，各位朋友，他们非常的有心，很有诚意，我很少看到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么多艺人聚集在一起吃便当。我跟四位讲，我们连录影啊，我们大家都要碰在一起，或者是要到齐都很难，真的，更何况是见面会，瞧很久吗？这次其实是花蛮长的时候，前一个月就已经跟我们讲这件事。谁啊？对了，我好评的，我好评的，是我的吗？谁的？我跟你讲，我们刚才问的。我们刚才问一个问题，我真的觉得纳豆的粉丝非常非常的口不对心，他们真的很敢说。来，请问一下啊，纳豆粉丝准备好了？等一下，请问一下，综艺三国志最帅的主持人谁？下个月我们就要出发了，是预交去了，所以现在已经拿到 round down 了吗？
这个内容，我还不晓得。我们连今天要干嘛我们都不知道。没有 ，Long Day 要问 Teddy 啊 ，Teddy 常常会前一天就拿到 Long Day。对，韩国出国前，出国前，为什么你有这种关系？因为他算是皇亲国戚，韩国制作人的家人。制作人的鞋嘞，感觉好像有一种想要。只有他抽到钱的时候，我想鞋，只要抽到那里都臭的大便一样。他在这里面的运气不太好，被发现。我感觉好像有一点蛮内耗的感觉。不管如何，下个月份我们就要出发到马来西亚了，所以锁定了，就锁定还是频道好不好？礼拜六晚上的8点钟，综艺三国志，我们可以看到更精彩、更好玩的节目内容。但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跟大家玩游戏。今天玩这游戏输的要惩罚吃飞鼠大便。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游戏呢，是跟那个棒棒糖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要搬桌子，对不对？好，来，现场朋友，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持人都会挑一位粉丝上来跟他。为什么？哎呀，是啊，都是团体出了一个字。好嘞，待会儿麻烦每一位主持人帮我点一位粉丝上来。上来之后，麻烦先站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的前头好了。我看应该没人比他们高，除了纳豆粉丝之外。OK， 好，对不起，对不起。所以待会儿点上来之后，反正就是在你的那个主持人旁边 stand by 一下。好。那我们一个一个先来挑选。小花的那些。来，小花，小花，小花。小你们穿同一件衣服，你们被那么少，因为我在找我的粉丝，我的粉丝在哪里？有一个变成了他的，有了有了，那个跟我这么胖，小花的弟弟，小花，小花来，这游戏上的好像理查有像嘛？好，来风田梦，各位。
哎，我说，黄花豹的大卫。哇，谁想跟金童玉女的玉女游戏的这个？来，来，金童的玉，金童的玉，写个金童，写个金童出来。美腿花，哎呦，林哥，哎，对对对，好的。举很久了，穿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里这里。哇！哦，他还想上台啊？好林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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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一直指他，他不想一直指他。真的吗？真的吗？从嘉义来的，真的喜欢你，太多红人了。然后你的
的粉丝啊，这样懂吗？应援抽一百，我们两个是一百。好，这样可以吗？你们要不要先试试看，试试看，试试，再试一下，这没试过，再试一下，试试看，你找一下那个角度，我们光哇，豆哥，小花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整个放弃了？没有，因为我觉得你们看一下我的 partner， 对，我还要配合我吗？这个就是你们两个吸一颗，是不是吸一颗？不要吸一颗，你看想吸嘴对不对？嘴巴勾起来。好，来一样，第一批第一组，黄豆、瘦伟哥跟大豆哥。哎，我们第一组，我们第一组，可以动，可以动，好不好？来，是这样。你们那边，你们那边。哎，我们帮他们吸啦，把小朋友会吸起来，然后你吸到他的这里面，他的小嘴里面，然后加起来。对，当然一组一组就是加起来，一组加起来，你们就是加起来，加起来啊，好，好不好？好，那你们就是这样子好了。来，各位朋友们，一样三十秒，好不好？待会统计。我超会吸啊！你很会吸什么东西？好了，预备，三十秒，开始。加油！好强啊！加油！加油！天哪！加油啊！豆哥超快，豆哥超强了吧？所以我们现在是几点？小妹子还没断他的人，豆哥，你洗碗的时候他被你搓了，知道吗？在南美，自己支持我。豆哥，几颗？是这些吗？是这些吗？我们总共只剩下三颗没吸起来而已。我是全吸起，吸光都吸完。十八，我们是全部吸进来的，只剩三颗没吸进来。怎么那么多？有办法数一下？五六七八九十，我这一根送给你当纪念，这么恶心你还在拿？你那根哪一根？哪一根给他做纪念？不要，他怎么接受这么恶心的礼物？一比一，我快吐了。好，来第二组，立冬跟玛丽，来。旁边稍微等待，好哦，来哦。你八号牌，手好酸。还好。你们稍微有信心啊，下吧。对。待会儿吸过来，麻烦你加总一下，好，来先数一下，好，来哦。好，这样都赢。不会赢的。我刚试试一下，蛮强的。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吸，他下去让他加起来。对。啊，帮忙加一下，好，拜托。就是你吸到你的盘子，牙周病已经进入那个最末期，不是？我说治疗的最末期了。你确定？最后阶段，好不好？你又不能再叫牙周五啊！你那个吸管蛮好，保存好，带走，带走。会化验，会化验。对对对，好，预备，三十秒开始。哎呦，还是有，要急，吸起来之后再移动，对对对。还是有技巧之分的。加油！哇！哎，我们的乒乓球队。哦，有啊，来哦，来哦，倒数喽，来倒数，十、九、八、七、六、五，都蛮厉害的，张力都比较合理哦。全部都吸完，厉害！数下都麻利了。哦，我好晕哦。五缺七的。哎呀，没有十二、十四，这边输了。一边输了，一边剩一颗，对啊，输了。张立东，你的每一颗球上面口水都超多。
球。对。好，来，下来，再来，再来，来，花花，你一个好评。耶、yeah, 哎！三组，三组，三组，对，三组没办法、啊。三组怎么行？人家也没拿到，应该是两个人帮他吧。三组，三组可以吗？因为美眉比较累，要不要说我们两个男生帮他之类的？好啊，或者花姐，你吸得起来吗？你们先试吸一颗，确定？试看，试看，有办法吗？哎呦，好哎，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厉害。看到三个人拼命，我们不要吸了，两组战，对，两组，花花跟美眉哥，花花跟美眉哥，好，你等一下好了，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来，好，来，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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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们很强哦，不会的，加油。不要浪费哦！好，来来来来，美眉在说上面都是口水，我可以换盘子吗？你看这上面都是口水，超多。没有，没有，等一下，你的口水，这个南港的这个冷气啊，加上这个在漏水。美眉，三十秒开始。你看，不愧是我选出来的，他有那种关主的架子。你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你得那么认真，有心机吗？小鱼，这不是我不敢吸啊！你看都是水，你口水最多就是你的。冷静吧，你啊，你敢吸吗？你敢吸吗？哎呦，哎呦，好，力哥跟小花，我们的小朋友，小朋友，我们跟你们 carry 啊，你也不能赢，他就算是跟别人，你也不能赢啊，他背景太硬，小花不用吸管了。你为什么要攻击他？小花，你又在攻击人。哎，小孩来加油！小花在攻击人。哦，你们两个玩起来了。哈哈哈哈哈！酷酷的，哎，太好了。哎，他们两个接吻。四、三、二、一。他们正在玩起来。哎，小妹妹很厉害哎。哇塞！哈哈哈哈哈！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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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深入了解你。等一下，等一下再来告诉我。所以他是这边吗？啊，好，所以是二八减四，二四。好，来这个重点，这个重点，重点最不重要。第一种，第一种，来，拜拜。好，再来丰田 Teddy。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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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的心。这个难数，你们输了是不是？好，来最后哈，我们的豪平。好，我一个人玩吗？我一个人跟妹妹玩这样子。对，没有，刚刚是有多。刚刚多一位的，那位是不是？李查。李查，你带我一下，你带我一下，我们做关机器。好。哇。这个盘子上都是口水，怎么会这样子？不会叫你吸的，再喷口水。压轴给你，压轴给你。相信。可以拿卫生纸吗？给你擦到了。给我一个95%酒精呐，你要喷喷吧。好，来哦，来哦，各位同学，一份这个准备哦。来哦，来哦。贝贝，30秒开始。哦，厉害哦！过关机器人，你很强哦。你查第一颗都掉了，哇！你比你还厉害。不确定我刚才有吸进两滴，不用算，他们那是他们那是成功了，厉害了。只剩一颗吗？剩一颗，剩一颗。哇，可惜啊，这一颗王少伟，还是这样，你们两个交往好了。好，都满分的，都剩一颗王少伟。好，第一颗花花，第一颗花花，都是28颗。好，都是28颗，所以我们要退权，你们要退权还是要 PK？ 退权，来，再来退权。好，来退权，来来来。你们两个来猜，所以你们就可以优先选择。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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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剪刀石头布。耶！回到火锅队，暖男。好嘞，把礼物搬出来，来，我们一样有伞。哎呦，还有伞呢，有伞呢，上伞，上伞。点的时候，战争的室内不能撑伞，有火会挡风遮雨啊。好，来，除了伞之外，其他参加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抽一个奖，好，来，来帮我们抽奖，抽奖，来，几率不一样，换你，换你，抽了直接拿奖啦，对，抽了直接拿奖啦，来，抽一号、4号、1号，来，请领奖，来，九号，对，我们的朋友，后面有，谢谢，谢谢，这边换奖，换奖，换奖。抽到的我们就去这边换奖，啊，等一下再回来，大家一起拍个大合照哦。还要大合照，不要走，不要走。来这边，他还抽的时候讲快进快出的 people， 我在看哦，好重要，快快出，专业。好，这边还有朋友吗？没有。好，来，10号，好棒，电话，我去这边领奖。领完再回来。好，来来来，我们先成就了，再拍手拍拍。我们要蹲下来。哦。来，大家接他拍手。好，来。先生，好久了。好久了。好久了。前头一排，好，粉丝朋友在前头一排。好，都出来了吗？好。朋友们，来，得奖的，得奖的在前面，好不好？粉丝在前面。然后稍微争取。拍照喽，拍照喽，好，拍照好了，颁奖了，我们站前面。可以的话，把你的礼物拿出来秀一下。可以的话，把你的礼物拿出来秀一下。好，今天我们中间靠，中间靠。好，礼物拿出来，遮到脸啊。好，今年3周年，把你的三给我们，来，把你的三给我们哦。第一个三，第二个三，3周年，来，1、2、3，开。好，可以吗？好，谢谢。继续支持，好，谢谢观众朋友。接下来呢，要麻烦我们的主持人们帮我来到前头背对我们的粉丝朋友来拍大合照。好的。好。来，现场的朋友，跟这个牌子一起站。有拿到海报对不对？有的人有拿到海报，手上有道具对不对？把它都秀出来，我们要拍我们大合照。可以的话，待会儿有
鞋。
次的演戏，我们台南热情的乡亲朋友，那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们在台南感受到了你们热情哦。那么待会呢，其实在晚上的八点钟还是行动，就会在通知这个新一集的就是做一下流程，所以不用记得待会参与完我们的通知之后，就要来到台视频道锁定这个很好笑的节目，很好笑的节目。锁定这个节目。你是不是会不会直接把它的脸涂掉啊？哇天哪，这什么下眼线？夏老哥，你都中毒嘞！夏老哥，你到别的毒，到最后都中毒嘞！对啊，对，脸涂，你们前面的好乖哦，都没有干嘛，你们后面的人自己干的，很惨的。哎呀呀呀！
喜欢演员，红花姐姐。你哪天是你喜欢大哥的？好，谢谢。好，谢谢你。他相当天真，我们半天给他半白眼。太棒了。锁定一下好不好？我们最终球场有
那个跟大家说的，其实他就是一个帅哥，但是每一次呢，那个花絮拍到他的脸的时候，真的，我其实我个人都很注意到他那个嘴巴都张开，就是看别人玩游戏，然后对，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啊，我对你爱也是不错啦。好，然后邵伟哥，我看到他现在就真的是很慈眉善目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帅哥在做这些外景节目，是不是也让你的那个心情啊，各方面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其实做这个综艺三国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是不能忘的，就是你要抱持一个慈悲心。为什么是慈悲心？然后就是，你知道，因为他们这一群人其实都不爱踩椅子，你要来到这里就要修身嘛，是。要把你的脾气跟你的耐性发挥到最好。你意思是说，其实真的有一点擦枪走火的经验过？慢慢的，你们会发现我开始走出家人的路。有，你知道吗？我看后面几个都觉得你好慈眉善目，就觉得好像你好像就是一个爸爸，就是在旁边这样默默的看着他们，所以真的有改变。其实我后面其实都有发光，不是觉得。所以从2016年一直这样走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巨大的改变是什么？这个是你。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呢，是其实我认识了他们，然后更深的认识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节目好看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每个人在这一个节目里面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其实有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跟讨人厌，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哎，大家好。你看到跟讨人厌。捏捏，好开心来台南。是我们这个节目跟其他的节目是不太一样，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跟所有游戏的内容完全都没有谁，完全都是自然呈现。所以我为什么这个戏被大家疯子，一定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你看，我们不好像其他节目游戏玩的这么认真，我们是越玩越坏，就是越有感情。像王少，他什么都可以说，他连被人身攻击他也都忍了，对，他都忍住了。你看看。连我的器官的完整性都被都被攻击了，我是完整。对啊，你奖金说 cosplay 我们也偷，我们奖金线哪里不是？我完全都不是。对，你看今天女力报都还办什么签名会，我连去都不想去。哎，对啊，好好说。对对，女孩这边就会比较重要，有点像家人。好了，谢完美，谢完美女。没来没没没夸张了。摔在你这里是不是？不对，是摔在大豆哥那边。好了。没有，我这边比较重。对，你比较重。因为这边风水比较好。为什么风水比较好？就接完三国志之后就有戏可以演了，所以三国志是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对对对。我连上次那个戏也是讨论跟情节。对。你确定你要不出来？你有动物吗？动物？没有，没有动物，没有动物。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你先到后面的，好玩吗？这个准备进来的。哦，真的很重要，因为它算是我，因为很少会有这么多人，就是我们在阵容最庞大的一群主持人嘛。然后呢，虽然平均年纪呢都已经超过30岁以上，就看起来呢心智年龄大概是3岁。然后呢，每一天呢都会，那明明就是很重要，那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无论再怎么苦，我们还是会撑下去。对，还不就是为了那几个臭钱？对他来说，对他来说是他交友的平台。对对对对对，对他的交友的什么意思？女来宾几乎都已经跟她不是有大家来电过了，都几乎都有来电过了。你不要再乱讲话。好，赶快，那我们来见证一下，那是不是下手了很多的？哦，没有，我们这个节目女来宾基本上每次都没有结束我的。还想压迫我讲话？女孩子几乎走到爱情，那是因为你追不到。不要这样讲，少伟哥。压迫走吗？我觉得。放松的可能，我觉得是一种心态。因为我在录的时候，我自己都笑到，
哇，好开心，可以来洛杉矶，因为在现场看他们被整变到家里来输压，知道吗？但有时候是被拉下，甚至有时候那个豆，我觉得太难了。可是我觉得说很棒，跟大家玩在一起的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说到真的很融入什么团体，那我觉得三国志是一个很棒的大家庭，谢谢大家接纳我。谢谢，所以你会觉得自己以前是个边缘人，然后来到这边发现是个边缘人。所以我觉得自己以前比较放不开，那现在比较玩的，我原来重心才这样玩。所以他们是真的没有 C， 对不对？他们是真的在玩。没有 C 啊，如果要 C 会变得更可怕一点。好，那背后是谁？谁？好，来，丰田，丰田最丰田。你在这个，你在这个节目当中，你觉得你扮演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就是张立东的徒弟。就是下流的东西都是学他的，守在那边。下流的东西都学他，所以你现在因为一个下流的人要像水一样，因为学会玩下流。你选了一个很棒的师傅，对，所以哦，奶奶一哥，你常煮饭给他们吃啊？对啊，对啊，因为我们都有公积金的，然后又有钱赚，然后又可以煮饭给他们吃的。棒哎、欸！啊，你现在书怎么样？要不要再跟大家点一下？书什么书？那个烹饪书啊。我没有要输书了，我没有要输书。我想说不行，我只有不想在节目输而已。但是听说你只要认真就会输啊。对啊，所以现在开始都不认真这样。现在都不认真了。我在生活是最大的功能就是背景。好啦，小哈，哎、欸，我觉得你玩游戏真的不用太认真。对，而且这个节目真的太棒了，可以尽情的把你在那个个性上的缺憾，在这个节目上面表现出来。个性的缺憾。对，比如说讨人厌啊，然后墙头草啊，而且在玩游戏的时候看起来，我真的很讨厌他们的。其实我真的很讨厌他们。你不要讨厌到喷口水，拜托。好啊。好。他是我们收留你。真的很可爱。没有节目会收留你。他说讨厌我，但是其实是我们这个节目收了。好，谢谢。好，谢谢朋友们。目前我们在进行的就台视频道每周六晚上8点钟在进行的综艺《三国志》我们主持人的见面会。而今天下午我们台上头和大家来照下来见面，就是我们的期待